秋花姑娘，小白，我有件事儿想问你。你的心……少庄主，少庄主，不好了！衡山派新法被千月洞盗取，莫掌门急得大病一场。又是千月洞，魁山派、芒山派，这已经是第三起新法时期。你且去回话，让莫掌门好生养病。我凤鸣山庄一定会阻止千月洞的罪行。是。 姑娘，刚刚有什么事？我刚刚是想问，你的心里有没有喜欢的人啊？你，我，一个不正经的姑娘，啊？ 这就不正经了，大木头，死脑筋。七师兄，你且去衡山派探望莫掌门。是。十一师兄，你去魁山派。是。四师兄，你去芒山派。是。姑娘，你……其实你也不用挂念我的。 毕竟我也知道，江湖正事重要，把心安康重要。等你忙完这些正事，再说就好了。春花姑娘真是脑回路清奇，我们少庄主哪有很挂念你啊？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。小白，你缺不缺丫鬟？贴身伺候啊？少庄主，我倒觉得这春花姑娘长得像一个人。 是不是像小白的未婚妻呀，还是哪个大美女呀？我倒是觉得春花姑娘长得像我们厨房的七十六师妹呢。是吗？真的假的？ 来来来，快点！你要闲着呢，就去砍柴吧。砍柴？照这个样子，垒满整面墙，粗细要均匀，表面要光滑，而且堆放要整齐。你说你们凤鸣山庄人人都会武功，你何必让我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去做这种事情啊？ 练刀时，贸然闯入是很危险的。小白，你要开始慢慢熟悉我的呼吸声和脚步声。这是我练武的场地，外人不得擅入。我怎么会是外人呢？要不我陪你练武吧？还请姑娘离远一点。这远了就看不清了。要是出了什么岔子。 别怪我没有提醒姑娘。小白，你的刀法简直是出神入化呀！ 姑娘这是在做什么？
这儿呢一共是六个木柴，我现在在一招之内把它们平均切成八块，粗细要均匀，表面要光滑，而且堆放要整齐。还有，就先这几点吧，你可以做到吗？我试试。